调高一点，要高，要高知道怎么调。等那个螺丝松一下，那个螺丝松一摇转一下，告诉给他怎么调。对对对，调松调紧。对对对，大概的位置，大概松紧度，对，然后再锁死，对，好，然后再装这个电池啊。然后再拧一下这个电钥匙，看一下，拧一下钥匙，再把它拆下来，再重新装一遍给它。哎，对对对，再重新装一遍。好，然后基本都装完，然后就试一下这个仪表。好。按钮试一下，哎，对，好，然后再刹车一下，空转一下。